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哎，柯平，你在干嘛？检查大灯啊。检查大灯。有啊，哎呀，叫新的来，我们就要检查一下。不用检查，这新的有什么好看的？欸、没有啊。如果在击中当下没有搅断了、如果你没有马上打开检查，他走了，你跟他厂商做这个段，他不理你。那你开箱的时候要录影啊？哎、欸，有啊，你们。哦，检查都是脚不能断，没有。哦，脚都不能断，有缺料、怎么了？估车啦，估车有一台。估车哦。好啊。有台车要来给你估了。哦，我来估啊。什么车啦？好像是99年的雅阁啊。99年的雅阁。哎呀、啊。这视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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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没有2.5的，三的吧，三的吧 ，V 六呢 ？V 六 ，V 六，3000的，来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哇塞，这视野，这视野 ，QQ 的，哎 ，QQ 都归你啊，你在归你啊，你的视野啊，我来给你看，来给你看，等会掏钱啊，掏钱，掏钱，掏钱，这台哦，这台啊，对啊，这台，这台，这台看那个啦，明星，明星。会修低头，你知道吗？会修低头，是吗？明显啊，脸熟了。会修就头啊头了，这个啊，耶，出明显的咧。三年前高车的时阵，讲要报废的，三年后应该是报废了吧？哦，应该是一代吧。化成灰我都认得，化成灰都认得。我看一下，霞柱稍微都长，我不管一点。你会记得原本是墨绿色吗？对啊，你看。哦，我知道是谁了，知道谁了、哦、好了，我去找车主了，把他走出来了。好，等我一下，赶快出来啊，不要再躲了。我是夹麦克风，麦克风，小顾无夹袂了啊，百万网红。哎，啊，伟哥哎、欸，对啊，伟哥终于又出现了，好久不见了、欸。我看起来引擎没有漏油嘞，你是不是跟我说漏油了？又处理好了？因为有漏都在下面看不到。共蒙共等于噶金嘛，塞寡物啊。3年多了，总共买3年多了，挂挂金嘛，挂料都袂歹，啊，引擎咱就免看，无上面开着免看，伊无开着引擎，啊，你有开着什么钱吗？哦，开，我一定敢拍，我拍过，开就多，开就多啊，啊，你开啥？是这，哦，新的，这很新的，这新的，前几天换的，来面翕啊，你要升级换新的啦，新的，这个变水桶新的，电池新的，启动马达新的。去年换的、哦，去年换的算是旧的，旧的。马吉，那卖工新换新啊，是吧？回去有整理什么东西？哦，直接讲出来好了。好，今嘛就看看咱这得隔音棉、背水桶、电池、启动马达。哎、啊，大灯也是新的，现在有鱼眼的、哦。大灯也换了。哎呀、啊，这个比较不会影响到别人。自己换的，这 DIY 的，这已经是我做的第3组了。可是前两组失败还是怎样？前两组都太丑。好、哦，那、啊、失败吧。哎呀，这个就是 DIY 的精髓，失败了再重来，再失败，就是一直要第3次才会成功。那、啊、像这个水箱马达也是新的、啊。哦，水箱马达嘛，我屌呀。算这个哪一个？算这个，这个都整理过了。你为什么可以换马达？本田的可以分解啊。就预防性更换这样，然后发电机也是新的。预防性更换，我建议你换车啦。预防性更换，我建议你换车。你的几百万，你他妈我怎么来？他不换，他一直开，我一直把它弄到就完美，跟他就送。好，还有什么？这个新的，那个也换新的，那个也换新的，不是换啦，靠，喷、就是、的吧？都有整理哦，整理哦，连这个脚啊都是，连这个座都换新的。这个都是新的，这个也是新的。哦、那个很容易不见，或者是脚断掉，黑的几条拍骨啊，就给你收起。你基本上卖叮当，还有这样子跳的都是都差嘛。啊，还有什么吗？轮胎新的，轮胎新的，我记得那时候新的啊，磨光了，磨又换一组了。又对，笑脸的我就可以啦。这个也是新的，挡泥板的换新的，内规板新的，啊，卡钳也整理过了。哦，卡钳你又把它拿去整理哦。卡钳现在是银色的。4个都银色的，哇塞！你是只有喷漆？前面喷漆啊，后面是新的，这个是新的。卡钳换掉哦？啊，卡钳为什么要换掉？卡住、咬住吗？它有一点咬死，就给它换新的。来令片也新的，新的。这个，外水接新的。这个注释板新的，新的。还有迷槽新的，迷槽怎样？这迷槽供应出来的机油？泥泽啊。就是玻璃你行的，放着玻璃在滑草的那个，这里面，这个都换掉。
四个都是新的。去哪交货？就上网找啊，如果还找得到，我就赶快买。找得到新的、嗯，这个也是新的。这个你也换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新价起。它久了都会断脚，然后会噗噗啊，就换新的。哇塞，这个缝缝啊，原本都喷到白漆，现在都处理起来。那、啊、里面那个马达、啊、也是都给它分解，然后分解，然后再重新清洁上油这样。那个雨刷马达也是有整理。雨刷？雨刷的那个马达，你敢挖掉、哦？他说要分解整理，分解整理，然后再上油这样。那就可见了，你等于等于你够用太严了。还叫用油啊？这个是防锈漆啊，防锈漆，防锈油，哎、欸，那个都是防锈油。这个是防锈油。对啊，那个是生锈啊，这个是油。那是生锈啊！你有这样被讲讲出来，黑鸡蛋是新鲜的。啊，那嘛开不偌济啊？啊，都有啥吗？啊，还有一个重点。我改音响，听讲后边怪机器又换。哦，这两粒哦，放一粒来载重啊，来撩油的。哈哈就两台暗库这样。两台暗库，这个都暂时的，之后还会用，所以现在的线就很丑。阿鲁片哦，阿鲁片的。我就问怪讲 ，NG 啊，不是啊，阿鲁片的。我讲话啊，调很 NG 吧。对，很用心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这种车比较老了，老材料不好找，那还是赶快上网去找，找到就换了。你知道他在最近在哪里上班吗？为了轰达去轰达上班呢。是这样吗？对，为了拿材料比较方便，结果没有材料。他们原厂其实都叫不到。啊，你顺过，你爱等伊开价呢？开我的机五跟哎五哦，你看加油钱、加税金、加过路费、加保险、维修保养，全部、比我想象中算的还细。我是讲一家开我这一年，加加油钱都算起来。就如果连油钱、过路费那些全部算的话，已经快40万了。就是这台车过户的那一天起。那如果加上去，大概50几了吧。我在这里花了15万呢，就是全部。就是总 total 啊，哇塞！可是其实扣掉油钱、跟过路费还有税金，真正有修理到的东西，其实才花2-3万块。就只有头一年花比较贵的，就那个启动马达。扣掉油钱跟过路费，油阿瑞塞亚子塞几30万。如果修理加上保养，大概花10万块，剩的全部都是油钱跟税金，还有保险。开三年嘛，唔敢省哦，你即摆一开偌济啊？没有在算。油钱是最多的，我开4万公里，油钱就1万公里，大概要花4万块左右。那回去都要跑高速公路？对啊，就其实就缴快20万给政府。啊、剩的都是一些可以不花的事情，可以不花，对，只是还是花，对，只是我想要追求它完美一点，所以我就是会去换一些很细项的东西。对，因为现在明朝，我跟你讲，车塞到过尾啊，无贵人换过，除非坏掉、断掉，才会去换。它是比较在意那种细节，然后加上现在我又装比较安静的轮胎，其实开起来感觉已经很好了。装安静的轮胎，但是你弄一个很吵。那个就是开回来的时候要吵你们用的，你知道吗？吵不到我们啊！你差点刚啊！我们不会没事在路上开那么大声，那真的太屁孩。你信吗？我不信的，我觉得他应该算那种喇叭应该放很大声的。没有没有，我平常你说我会放很大声，偶尔会，可是我还是不会大到那种夸张。对我来讲啦，我觉得行车是危险的，我们也是偶尔而已啊，就是像这种来朋友家就是要并不给的。假设我一天开3个小时，偶尔是2个半小时，啊，我们是偶尔是半个小时那种，哎、欸，对，类似这样举例你就听得懂哎。他刚刚有偷偷跟我讲，他哥哥只要贴，结果来不及，我觉得他根本就在这边炫耀的，可以勉强两天来换，你就再跟我装缸好不好？我上个礼拜还换那个金属油管，就刹车的金属油管，4条都换掉了。因为我看他那个应该是新车到现在都没有动，我觉得很危险，我就先处理起来了。自己换？我觉得你换这个油管，我觉得比较有道理啦。换迷草我就觉得还好，安全性提升，我觉得 OK 啊，刹车皮什么我觉得 OK。可是换了迷草，还是个人，还是个人，真正嘛算厉害啦哈。开这久啊，都来我看不到你看，开车过啊嘛是很漂亮。如果今天这台要回去，你要付多少钱？他花了50-60万的，这真正。不用钱哪解决的呀？是啊，那如果一定要补呢？讲到这就伤感情啊，还是卖讲好啊。我换个角度想，你今天有一天你想卖它，今晚你想讲卖卖，你卖卖我不？其实如果真的不得已要卖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有过8万就可以卖，因为这种车就是这样。那你啊，网友你啊，才会8万，你拿私讯。
要超过啊，要超过。可是重点是没有要卖啊。啊，对啊，你管。对啊，因为这种车就是坦白讲，你投入再多，它产值是不会提升的。假设这一台他回去音响改了100万好了，他还是想卖8万而已，就是要那样的。你不要说卖108万，比现在还贵了。那不可能，因为你换了一大堆东西，价钱就提升了。起码好，老车现在五行无期啊啦。以认真来讲，那已经没什么行情了。好的继续开，坏的就报废了。其实他整理很多钱，今天卖你，假设卖你20万，他还是亏啊。可是行情没办法卖那么高了，老 K 高的，老师老税的，现在那一塞的瞎着买。假设他卖得很高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就是要认命，然后自己认真照顾。差不多了，我掉的是，其他的是油水刹车，这先顾好，其他的外表再丑，他还是可以开。假设引擎盖冒金猫，他也不会掉漆啊。水箱漏水慢慢漏就是不行，他有一天他就砰，就赶紧画细的去啊。哎，特地跑过来，来找我们玩个几天，开了380几公里。好啦，不用出去开一下。你要开就走啊，走，我们去开一下试车，冷气会冷啊。我俩跟我练起来一定都先养一半。这个冷气芯前车主其实他就处理过了，然后我又有再重新再灌一次冷冻油。我好喜欢电装，我很喜欢晚上的时候路灯在上面跑那种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你就跟阿达一样装个那个跑马灯就好了。太丑了，你胸晒开看看哦。目前是 OK 啊。之前不是怎样？之前他很严重，之前他冷车的时候会不走，就是他一档要升二档的时候，他会直接进空档，然后就变滑行，然后他入档时候会这样蹦一声，然后整个车这样往前踹一下，很严重。那个时候原本想说末期要修变速箱了，后来怎么样？我就想说反正都要修了，我就拿引擎的那个油泥添加剂，你知道油泥去除剂那种很像汽油的那种油泥去除剂，加在机油里面，然后给它跑一跑，然后再把油换掉，就可以洗一些东西下来。哎，后来有洗出什么东西吗？其实没有，可是变速箱也给它这样加之后，现在至少冷车可以正常开，确实是有改善。现在这个变速箱开起来就很 OK， 已经到可以正常行驶了。它当然还是会顿挫。搞哎，这句我送的，你会记得哦？给你赞助的，这句我赞助的，都录到个爆破，录到爆破呀！你看，太长差了。我说你要这样开，要这样开，这样交叉不能同一个点。那个都不是手磨，那个都是抹布磨的。我比刚刚去切。啊，都没事就在那。少年郎买你安尼切的话，你安尼切，安尼切。哎，底盘算袂歹啦，不轻啊啦。可是其实底盘没有很好，底盘的那些酒店都破掉了。可是最少没有什么异音，就还可以撑了。哎，不过你内装有些声音。对啊，内装就是都有一些声音，就没有办法。而且重点是已经好很多了，我已经处理过非常的多部位了，原本是非常糟糕的，现在稍微可以接受。最主要可能是我后面现在有重低音，音箱太大，它会去挤到车体，然后就会很容易有这种低音管管都在后面啊。反正那个都暂时的，之后会换一个比较正常一点、完美的方案这样。你的背部小心点哦，你掉来胸哦。有可能，会不会这样？对，该弹出来你人就叮当了呢。有可能。有感觉吧？很夸张。对，其实按摩椅的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帽子这样子，噔噔，很夸张。这整个玻璃都会这样震啊，都没想到会那么痛。年轻人就是年轻人。我觉得现在它这个样子是我开起来相对满意，然后又不会太比较舒服，又可以操控又好。那、如果像阿呆这种每天都要跑山路，现在这个状态可能就是灯还太软，而且是 T005A 是现在最号称比较安静的轮胎了。我之前装那个 PS4 的时候吵得不得了。所以你现在需求是安静，比较安静。我的想法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这种车不需要那么多抓地力，你知道吗？它虽然说有3000cc， 可是它毕竟也才200匹而已，不需要太好的轮胎，你不会用到那种状况。它不然抓地力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过剩的，就让你制造油耗而已啊。所以我不会去装太好的轮胎，我觉得贵，然后又伤你的油钱，车子又吵。啊对啊，你看你的结论很奇怪哈，我要轮胎很安静，可是我要音乐很大声。那你就音量很大声的时候，轮胎安不安静就没差了。就是我要安静的时候很安静，然后我要蹦的时候有办法蹦。那你就是真的是这个车就很符合我的需求，像它有 VTEC， 它性格会很分裂，它低转的时候就很肉，然后可是它 TEC 开之后爆发感就很好。
这个车性格很分裂啊，车主也是分裂，所以你看，对吧？他刚好符合这台车。什么人开什么？对，嗯，我就把那边刷喽。啊，打洞啊，刚刚、欸，他好像跟我的差不多，对不对？避震器啊，差不多吧。旧车是不是跟我白的比较像？我觉得你白色那台比较短，好像要硬的，硬的我就拿黑的出来。然后我这台可能调太低了，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过大洞的时候还是比较硬。比较跳，而且开这种车你又不可能真的是100、110这样顺顺开。如果顺顺开的话，平均开到10、12、13也是做得到。可是我在开都大概8而已，8跟我们一样啊，路烈而已啊，很正常啊。我是6，6真的太。再来就是一个红绿灯啊，平常有时候是一次就过了，可是有时候等了3次还没有过，那时间就有差了。像我在南部待了。那么久，现在今天又突然来北部，我就觉得怎么我的右脚那么麻。北部就是一直加速刹车，加速刹车，加速刹车，然后可是一看里程表，你根本没走多远。那在南部就是刷一下就20-30公里都没了。Ultra Dash S 3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耶、我们刚有跑平面道路跟山路跑开一下，我的开起来的感觉啊，底盘都还 OK， 内装稍许有点声音，该弄都弄了，因为老车，你看一个少年人，我都感觉现在过关呢，真正蛮不简单。因为你看哦，从外表底盘，重点还开了3年，越开是越漂亮，不是越开越糟糕，还要边开边顾，所以真正少年蛮不简单。跑起山路来，我觉得。可能我系数比较大的感觉，我开起来还是我的比较快，自然进气开起来就顺顺的这样了。刹车，他刚刚一直讲到刹车怎样，以这种车来讲算 OK 的。我老车我还懂起来都在那咻，都偷偷滑了一下，他已经算不错了。他不会，对他比较不会啊。不要弄我今天掏钱弄精力啊，精力就是比如说卡钱久，那再送去给人家维修。好像男人似乎是要保养，那个也是要保养一下，要排毒，对，也要保养一下。对，哎、欸，固然买 Ducky 嘞。我问一下，好，你问啊。那个一般油管跟换金属油管。刚好它的对，其实最主要是价钱，金属油管反而比较便宜。理论上金属油管比较不会变形，所以脚感会比较硬，然后会比较直接。可是，在家用车上面来讲，硬其实是坏事，因为会变成说你比较难开的平顺。那一般油管的是比较软性嘛，你踩下去它会稍微膨胀一点，就比较顶啊。基本金属油管的是顶哎，可是一般来讲。前面开一下应该就适应了。如果你开车习惯的人，应该是蛮快就可以适应。好，结果你是为了省钱。对，金属的其实是相对省钱的，可是你也要选，起码要选台湾做的，有牌子、有保固的，不要买很便宜的，不要看那个彩色的很漂亮就买那个是生命安全的。总共一句就是吼，老车就是哪开哪照顾。啊，别晓的，一直靠别人会开这些钱。哎、欸，还好他自己懂车，都自己会，省钱省很多，会省很多。哎，听人讲，哎，干那叫人倒些物件，工资800-1000一直赚的，干那物件你愈多就向赚愈多。而且很多东西都不是花一次就可以解决，很多东西要用修复的，他没有办法说换就换。像内装一些材料啊，它处于在那种要断脚不断脚之间，你要用修复的。那如果沙漏的话来，其实也差不多烂，那你又买不到新的，所以你会很常用到一些什么这种叫水控啊、微波。原本断十支嘛，沙漏回来可能断比较少而已，可是它就断。你看，要自己维修的能力就开起来，第一可以 DIY 的乐趣 ，DIY 会开到一台不错的车，在新加坡干单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，都动了，听懂安没来？记得帮我们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分享，分享啊！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！好，来耶，拜拜，拜拜。从我实习的时候，头发在这里，现在已经到这里了。你到这里了没有？请问现在大便的时候会给裹掉它吗？会拿起来好不好？会拿起来啊！女生我不敢一直问嘛，刚好是男生问一下。你要看吗？我把它放下来，放哦，咻！有啦有啦，都差几十万都会裹掉卡针啊！一开始来，对他大概就是我忘记了，是蛮长的。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小辫子，哎，现在不用包包头，我上班我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一低头，我低头嘛，莫打几胖嘎哒，我会有生命危险。跑了没？腿叫扭起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